艺考六。学习成长四万稳定已经没有不满意的意思白话发誓就几天是吧就只是到了一个心情去玩了就希望去人少的地方好如果有假期呢我最想去人少的地方玩不同样的都是人少的地方对啊没有体质天生一般不是想要健康生活健康人生想要好吃的呗当然是渴望长大每个小孩都喜欢长大只有大人才会渴望不会长大渴望长大六七八分肯定有一个是之前打过的肯定及格我当时是没打分满分是一百分吧六十就及格了是这样升飞倒流完了就回到搬家之前的岁月现在挺好我以前说过我妈会的时间会自己真的 Amigo 加油希望你们能够有更多的炒饭过好自己的生活希望粉丝们好好照顾自己 Amigo 希望粉丝们照顾自己